マスターと弟子の家族のようにホームレスの世話をする第3回は2019年3月10日台湾別名フォルモサでの中国語による講座です。他们运气不好，有一些是学问高呢，不是说平常是什么建筑师的，在外面工程师什么的，啊，突然间就没家了。不过很多人也是自己不懂管理自己的那个生活了啊，因为如果你是当一个工程师哈、啊，建筑师哈、啊，哇，你要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哈。啊每个小孩有一个自己的房子，然后有什么车子等等，不过这些都花很多钱呐、啊，花钱，然后以后没工作的话就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准备了，懂不懂？每天要付多少？你每天赚，你每个月赚多少啊？剩那个多少就吃饭啊等等，然后剩下就是付车子的贷款了。付房子的贷款呢，洗衣机的贷款呢，游泳池的那个贷款呢，跟工作人员洗那个游泳池，啊，保养费等等的，哇，这个钱的赚很辛苦，出去不辛苦，钱流出去很快，很通融的，那钱赚进来不简单，所以认为生活会是这样下去嘛？啊，我是工程师、建筑师等等。就是应该住这样的地方是没错啊，不过有时候业障来的时候不知道呢，懂不懂？策划或是什么什么东西的，或是他的公司倒霉等等，然后就变成流浪了，而小孩都没地方住了，上学也不行了。所以我们生活不管有钱没有钱，如果 OK 了，本来已经有很多钱了，房子已经都付好了，没问题啊，你生意 OK， 那就继续住了啊。如果刚开始工作的话，要住尖锐一点，啊，简单的就不用跨出来干什么 ，OK， 就不会见了，不会见债。万一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也可以有存款，懂不懂？啊，就可以马上照顾啊，最少那减少了那种华丽，不过还可以，小孩还可以上学，啊。最少可以住那个什么，小房子啊，租金的住的，不用买的等等，就不用贷款等等 ，OK， 不是小一点啊，不是那么容易了，我知道了，不过也要尽量看看，先看好，啊，先准备当来，不要看这个现在而已，准备好，准备心 ，OK， 万一有什么事。就我们就来得及反应 ，OK， 正好是这样，啊，那我们是简单的，如果没房子没有生意，就可以去卖臭豆腐嘛，啊，OK 了呵呵，臭豆腐在台湾很受欢迎的，啊，我如果没有，我也可以去卖臭豆腐，素食的臭豆腐。我好久没吃臭豆腐，没人煮给我啊啊！为什么要这个茶？为什么要一定是欧洲来的那个水果茶呢？我一人很平凡啊 ，OK， 你们想象力太丰富，你们认为师傅应该有很多那个服务人员在旁边啊，了解吗？啊，有人擦车子啊。怎么样？怎么没有了？我自己擦。那要不要找一个？没，不用了。哎呦，他要找一个擦车子给我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种了啊。有一个人擦车子，让我有一个人，那小弟，啊，我自己弄，我都自己弄。有要减少我自己的花费，哎，我越减少，我有越多。越多就可以给别人了啊，很多人都可需要的。我一个人，我可以能干，照顾自己，住哪里无所谓。
在印度我住好几个月，在一个栏杆的角落而已，讲过了啊。栏杆是这样，有角落吗？有没有？四方，然后有一个角落，我就放我那个外套在上面，住在那里，啊，跟那个行李的一个椅子，一个行李这样子。后来连那个行李我也不要了，我卖掉了，没钱了就卖掉了。哎，在印度你什么都可以卖呢，啊，国外的东西哇，效率很好，那很旧也可以卖，可以卖有赚的钱，然后就可以买多一点叉巴提吃了。哎呀，了解吗？哎，啊，住那边也不错了。啊，除了下雨的时候，我也跑到屋檐下面躲了一下，因为那个外套它不是那个不是雨衣的那种外套，不是防雨的。那还好了，我还滑的，你看，嗯，滑的好好。师父要认为师父住山洞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了，我很高兴快乐。真的是昨天我就想，哎呀，我这么有运气很好，还找到一个地方没人要的，通通都下雨，谁要在里面住啊？了解吗？从上面下雨，在地板也雨，因为从外面呢，啊，因为他们认为做一个山洞给人家逛逛，以前呢，啊，没有想那么多，所以那个里面比那个路啊还低，那他弄这个路是那个样子，然后那个门是这样，当然都要跑到里面去。然后上面也是顺便一起啊啊，要湿大家湿嘛，懂不懂？地板也湿，上面他也跟着一起啊。不过有帐篷就没事了。哎，有一些高的地方，懂吗？放帐篷在高的地方，我用一个小的，啊，用洗澡那种椅子有没有？椅子，浴室里面呢，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椅子有没有？好，放那边当那个阶梯了。爬上去跳上来行了，哦，我睡在里面很舒服，哦，可以整天在赖在那里打坐睡觉啊，不管世界的闲事，嗯，真好舒服，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大房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需要那么大的房子啊，还有什么车子什么那么奢侈不用了，懂不懂？有一些车子便宜，不过很好，啊，像日本那些比较便宜，不过这很小保养费啊，嗯，做得很好，使用就好了嘛 ，OK， 能用就好，嗯，啊 ，OK， 有没有什么好的问题？修行问题，我讲过了，那大家回去照顾流浪汉 ，OK 哈。本来我就想通通带到西湖了，哦，他们国外住宿我不会了，师傅，哎，有他们。各中心就可以照顾好了，你们能照顾就照顾，不能照顾的带到西湖，知道了，我们那边有很多空地 OK，yeah。 即使他们有一个地方，一个山洞也好，懂不懂？一个帐篷也好，有一个自己的地方，不会被人家去吹来吹去，不会被人家看不起，他们也很高兴了，懂不懂？ OK，嗯，如果他们抱怨就说师父也住帐篷的。OK，不过那边有很多那个山洞都可以住 OK 哈，如果你们自己没有地方的话 OK， 带到西湖去交给同听懂 OK， 好了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有没有抗议？没有抗议，哇，我也觉得很惊讶，哦，怎么今天都没抗议呢？默默每天看就好了，够吗哈？而且我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在家里我不能管了 ，OK？ 不过我们电视有讲过了，我们电视有讲不要吃那个洋葱啊、大蒜啊，还有类似的那个五星味那个不能吃。我有列过，包括那些他们家庭的，懂吗？他们亲戚朋友的，比方说那个 leek 他们的亲戚朋友的不要吃。懂吗？真正的有影响，不过你们大概不知道，认为 OK， 我也不是说很严格了，那个也不是算杀生什么，不过对自己，比方说来这边想打禅的话，对自己不好，打坐不稳哦，会有那种杂念，会有那个那种什么身体的那种情欲的念头，还有那种阴气，那种阴气也跑到你们那边来。
我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是这样。如果你在家里，因为你煮一点洋葱什么，然后你跑东跑西，你有自己家庭，你没有觉得。如果打禅或是坐静下来几天，就会他会攻击哦，马上。他的元气是这样啊，像太阳的话就会给你温暖嘛，火的话会给你热啊，病的话给你觉得冷啊。洋葱蒜他们的品质是这样啊，他们自然是这样啊。OK 呢，就跟有一些毒药嘛，看起来没什么，吃就死了，啊，品质不一样。OK， 不要吃那些来这边的话，不要煮给我们吃啊，会伤害别人哦，伤到师父。有时候我误吃到，因为我不知道了，他们混在汤啊或是东西里面呢、啊，弄得很稀啊，懂不懂？哦，颜色也变了。加如是放酱油，说颜色就不像什么洋葱一样，不像，懂不懂？然后吃下去就不一样哦。OK， 也不会伤害到什么人，不过不对自己修行不好，了解没有？你们在家里，我不是控制你们了，来这里最好不要吃哦，不要煮。OK， 你在家里你想堕落哪里，我不能管你。来这边不要那个煮给大众吃，还好我每天有跟大众吃，因为我要知道你们煮给大众是什么东西，我是这煮给师父拍的好，然后别人随便，所以我每天跟大家吃一模一样，我说一模一样，一粒不小一粒不多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些事情，不然继续这样煮下去的话，你来这边打坐有什么用？心不稳，气氛不好，不是臭味而已了，臭味就是物质的臭味，不过那个看不到闻不到的臭味啊，那个天上都闻得到，而且对你自己修行不好就对了，我一定有问题的，听懂吗？人会影响师父啊，不要说大家，还好我跟你们一起吃啊，那些师父讲过的话就不要再犯了，再犯的话我不会客气的。 OK， 好，因为我要保护大家，不是保护你一个我执蛮大的人，或是一对几个我执蛮大的人，爱干嘛就干嘛，看师父怎么样，我不会怎么样，我不跟那些人有关就对了，了解吗？不过伤害已经弄了，来不及改了，不过后来不会再有，最好是这样，了解吗？你们来这边要安静打坐修行嘛，在家里有时候不安静啊，来这边才想做几天而已，就吃那些东西，然后觉得怪怪的，身体怪怪的，坐不稳哦，怎么念头都很杂，很不干净，怎么办嘛？了解吗？是这样，不应该的，不应该，不管你煮怎么好吃，那个灵体是最重要，不是身体，身体有什么吃什么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呢，山珍海味都可以，他何必去突破呢？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，就表示说我们是为了要跟世界有一点在关系，如果没有吃的话也没有喝的话，很快就往生了，业障没有啊，跟大家没有关了，很小关系，就不会长命的，了解吗？我们身体要保重，为了修行，也不是说为了贪生畏死啊，很难得到那个人的身体呢。释迦牟尼佛有说什么？你佛教跟我讲一下，哪一个是佛教举手看看，佛教教徒举手，就有一个，开玩笑，跟我说人生难得是怎么样？就像那个乌龟千万年浮起来一样，然后一块木头飘过去有一个洞，对，乌龟钻上去，一千年才出来，然后刚好有一块木头跑下去，刚好那个块木头又有一个洞，然后那个乌龟钻上去，哪这么难的，了解吗？ OK， 人生真的难得， OK， 要保存，你看你就去外面看就知道了，当牛当马鸡鸭子啊，连当乌龟，还有什么昆虫一到处的，多么可怜啊！我们人啊，什么都会做，都会保护自己
啊，会赚钱，会有盖房子，有车子开，有电脑，哇，越来越，越舒服啊，越来越发明越多东西，我们人才能这样做，动物它不会啊，了解吗？它有神通，它也不能创造出来车子用的，这不一样，福报不一样。我们做人其实没有神通，也有人弄车子给我们坐，然后人盖房子给我们住，我们自己本人也不用做的啊。那个是讲物质方面而已，有这个身体才能修行。哦，很多众生啊，喜欢得到人生得不到，当天王也没什么用，等一下也会堕落下去。神通广大又怎么样？宫殿辉煌怎么样？控制整个那个三十六师什么天宫也没什么用，懂吗？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平常的人而已，也可以修行成道，解脱生死，也五六七八代超生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没有任何别的众生可以这样这么做，知道啦？要保管自己身体好，吃的刚好而已，不要什么那个味道，什么管它，吃为了活的，不要吃为了口味 ，OK？ 啊，能够免什么就免什么。为了我们越简短一些帮助的 ，OK， 不是食物而已啊，我们越短，那我们越简短，任何地方我们越自由，知道了 ，OK。不过记得要供养啊，供养十方三世名师 ，OK 哈，好了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师父就什么样，退朝。对了，哎，要问问题啊，说说，快快。哎，也是吃饭的时间呀，不要吃太晚。嗯，来，首先谢谢师父这20年对我的照顾。现在我有一个20年修行的心得，已经20年了，哇，呀，20年了。我觉得有很难突破的感觉。嗯，已经20年。外在生活一切充满奇迹，随时随地师父都在加持。然后呢？内在觉得境界一直没有大突破。嗯，所以20年了，我想我可以问一下，说我很想去到新乐土那个殊胜的家，我想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够将来回到那个家园。请问师父怎么能够？我不知道你怎么修哎。哦，我要怎么能到达新乐土？你怎么修啊？怎么修啊？嗯，为什么不突破啊？啊，太急了是吗？我不知道要怎么样。每天有没有打坐够啊？以前很够啊，现在比较不太够。啊，恭喜！啊，那我替你做吧。啊，不用啦，师父，我想要改变啦。OK， 那你自己回答自己了啊。好，我们应该。把自己修行变成最重要的，已经老了，我们都老了 ，OK， 时间不多，不要再被忙了，好吗？好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珍惜时间，我每天都珍惜我时间了，我觉得哇，时间这么快，我来不及做这个，来不及做那个，还要修行，还要外面的文章、工作、奏章等等，我觉得我自己时间好短好短啊。所以有时候我打坐是好累好累，自己也倒下来，不是说你们而已。我最惭愧就是打坐那个地方，我想更多的就没办法，懂不懂？因为如果我全部关起来，啊，就在帐篷里面打坐而已的话，那世界没有人管了，世界没有人照顾，也有了，不过他们也有。脑袋懂不懂？他们不是有灵魂而已，他们有脑袋。那个脑袋的话，要训练，要教训，要解释清楚，不然他们都不想修。啊，不晓得为什么是树，了解吗？不晓得为什么要修行，我好好的怎么要修？还不知道自己的原本是这样，所以我真的两边都要平衡。不过还觉得很对不起了。对不起自己了，对不起自己，因为如果闭关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好，懂不懂？境界这么好，一出来的话，
还要做这个做那个，放不开，还是要做，懂不懂？不过我是常常要闭关的，最少每个月闭关一次，不能一个礼拜的话也要几天，看那个工作挤不挤这样子，然后看哪一个地方能够逃避啊，就逃，然后回来又再工作 ，OK。